七三会我们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十八岁到四十岁中间的一个年轻人。年轻人他需要的是什么？年轻人需要就是一种活力。然后我们在这两年的一个宣传上面，我们一直强调台湾的美食、台湾的热情、台湾的一个友谊。我们的三太子也出来了，我们的那个寡妃也出来了，寡妃看看啊，是不是你能够更上一层啊等等。所以这些啊都是让所有的宾客非常满意，而原住民更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长达四十分钟没有停顿的一个表演，把整个气氛都带起来。代表台湾去竞选世界大会，其实是从2005年啊，在台湾通过会员大会，由台北分会代表台湾去竞选世界大会。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那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，在大阪世界大会，啊，119个国家5-1通过由台湾来举办世界大会。那2012的世界大会其实是台北新庄办第三次的世界大会。第一次世界大会是在197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会是在1983年，也就是说我们回味了29年才又回来台湾办世界大会。